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远古秘境哦，究竟用这个传奇的秘文石来刷，五次都给它用满哦，可以刷到几个五星宝石哦。我们今天直接来实测几率哦，直接来实测几率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远古秘境哦。基本上呢，它就是你只有安装这个传奇的这个脸哦 ，OK， 它就是看脸吃饭的意思啊。你一定要是安装这个传奇的脸呢，你才可以哦有这个宝石传奇宝石的一个几率。那它可能会是一星到五星哦，没有保证是五星哦。所以如果说你装一颗哦，就是一个；那如果装两颗就是两个，装三颗就是三个。但是呢，你一次呢可以装到十颗。哦，你一次可以装到十颗，那它是没有办法装四颗或装五颗，它一次就是三，然后之后直接跳到十颗，这是它的一个游戏规则哦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刷出来五星宝石的一个几率哦。基本上呢，如果说你用哦十个这个传奇的这个秘文石呢，一星的宝石呢是 75%， 两星的宝石呢是 20%， 五星的宝石呢是 4.5%。所以呢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说刷了哦两次，都是用20个这个，总共是20个传奇秘文石，应该最少会有一个这个五星宝石，对不对？如果照这个几率去推算的话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可能你真的比较非洲一点，因为它加起来的话是 9% 啦，确实也没到。可是如果有的话，诶，你可能就在这个平均范围。那我们今天会直接实测它的几率哦。另外的话，它就是说使用50次的传奇秘文石呢，会保证获得一颗的五星传奇宝石哦。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呢，就是使用50次的传奇秘文石，直接爆刷哦，爆刷就是五次哦，五次都用十个哦，来看我们究竟可以获得多少的这个五星宝石哦。那我们直接就开始吧。刷完了，2分55秒，还 OK。那我们看第一次的结果如何哦？究竟有没有五星宝石 ？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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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喷了很多，最少应该要喷十个宝石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十个宝石究竟是什么宝石呢？我们马上来揭晓哦！哇，满地亮晶晶，满地亮晶晶。好，这个是一星的哦，一星的，来一星的。来，又是一星的，没关系。好，再来一星的，哦，现在连二星都没有。好，一星的也没有。好，又是一星的。好，那我们很快的就结束了我们第一次的这个爆刷。不过没关系哦，我们马上再来一次哦。OK， 我们第二次的王把它刷死了。好，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次的结果。第一次基本上完全没有二星哦，哎呦，有一个力量与号令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次的结果，哇，也是满地亮晶晶耶，看了真的是很爽啊。我们先把这里剪一剪哦，我们第二次的结果，好，一星的，一星，一星，一星。OK， 都是一星的，好不好？都是一星的，四道也会比较 O， 而且目前还没打到传奇装备。好，第三次喷的 ，OK， 哎，蓝血玉石，哇，哎，蓝血玉石，各位，这个蓝血玉石是算是目前，哇，有没有看到这个五星宝石？五星宝石的里面算是最贵的一个五星宝石啊，蓝血玉石，所以算是很欧洲欸，我的天啊。好，狂战之眼还不错 ,OK, 还不错，这个我们最后捡。
我们第三次刷到了这个蓝血玉石啊，哇，还行还行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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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还有一个二星的，好，哇，这个蓝血玉石二星的，好，至少虽然只有二星啦，不过我觉得还行了，好不好？有蓝血玉石，它现在应该是算数一数二贵了哦，数一数二贵的一个宝石了。好，我们再来，这是我们的第三场。好，我们再来，我们的第四场，四只王结束了。究竟第四只王是不是我们的 Lucky 四呢 ？OK OK OK， 五星宝石它的量是比较不一样的量哦。好，这一次感觉是没有。OK， 这一次感觉是没有。我们把它全部捡起来。OK， 这次应该是没有了。无穷折磨，漆黑玫瑰，自由奉献，夜夜梦回，嘲弄狂笑，致命连锁，追随者的重担。OK， 这是一个二星宝石，夜夜梦回。OK， 血扣很快，血扣很快，各位观众，第五次出来了。OK OK， 我、哦、还打到一个传奇装，还打到一个传奇装，是不是一个好兆头？是不是一个好兆头？哎哎，凤凰运镜，哇，五星宝石又出现，哇哇，两颗啊，两颗，哇哇，这个灯，哇，这个灯也太美了吧！哇塞，我站在这里好了。哇，这个灯也太美了吧，我的天哪、啊、哇，这个我可能截个图纪念一下。哇，凤凰鱼镜，这个也是五星宝石里面非常好的一颗宝石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其他的哦，这个镇压苦痛哦，其实瓶中希望 OK， 瓶中希望它刚被镇压苦痛盖住了，瓶中希望其实也很不错，也是野蛮人不错的一个宝石。之后呢，我也会做一集影片呢，是介绍野蛮人的推荐宝石哦。好，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我们这次的收获。那不知道我们的宝底是不是已经算在刚才那里面其中一颗了？如果是的话，就表示我们拿到了三颗，那有一颗宝底，所以实际上只有刷到两颗。那以它的几率呢来说，我们其实应该是以它的几率来说啦，就是我们其实应该是只能刷到一颗，因为20次嘛。然后 4.5%， OK， 所以20次差不多是 9%， 所以我们这次已经算欧洲， OK， 算欧洲。那一颗是保底的， OK， 这颗还可以做交易哦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凤凰鱼镜， OK， 一颗两颗三颗，三颗五星宝石，然后二星的呢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，七颗二星的宝石，三颗， OK， 七颗二星宝石，然后三颗五星宝石，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有40个一星宝石哦。那以上呢，大概就是我这次的一个收获啦。那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，或是你们实际刷起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说、哦。那也记得，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，你要帮我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